你若是有啥物委屈，还阁考上紧讲出来，莫丢丢，我拢伫遮。若是这老巫婆真正甲你欺负，我头一个袂放你煞。免惊，有你听话，我就袂惊。赵胜伊是自细汉就苦度外上歹心的后母，赵胜是因为伊的西人，我才离开林家。啊，不过即马。 你徛伫我的身躯边，我决定我会勇敢去平度我过去的恶梦。宋凌风，你的报应到。无可能，我无可能，让你把我的后生带走。妈，你先听我讲啊。 我甲琳达是真心相爱的，啊，既然即摆这个囡仔已经生落来啊，你都互恁两个好好照顾伊，而且好好过生活。你莫甲囡仔绝对带完啊！互你来美国是要叫你好好读册，毋是甲即种内容不明的查某伫咧后面乱舞。你若有才点，莫互我知，既然知我就是要处理。你想好多一边带囡仔一边读册哦。还佫有琳达，阮会当互相。无可能，我即阵来就是要甲囡仔带走，还佫有，你安离开这查某。 想做咩都拢听风开，你是了解后生的。以后你爸爸事业是你要接的，伊若知影你无好啊，学习，规工离家了后，规工咧乱七八糟。你是安怎？伊是会对你做失望的呢？还佫有，就算是要娶某，嘛爱娶一个门当户对、家世较清白的人，这才是对你上好的选择。妈，你讲的我拢知影，啊，唔过，莫佫讲啊。甲因两个讲好。妈，阿姨，听我讲。 我毋是虾米来路不平的查某囡仔，其实我是台湾精英医美集团林家的大汉查某囡仔，我叫林子晴。精英医美，我是要听过，也毋过这拢是你家己讲的，你袂晓证明啊。我即摆会当敲电话转去厝的，我敲长途电话，我证明互恁看。 你爱相信林达讲的话，伊袂讲白贼啦。情况卖则讲啦。喂，请问你遐敢是林虎？是啊，啊你是谁啊？<笑>是安尼啦，我是永兴集团的当牛老虎兵，有一件代志想要甲你求证一下。永兴集团是发展了真好的大企业，哪会当何子倩？ 得着这么好的亲事，安尼只是予伊有搁较强的力量，会影响着我。我这边是精英医美集团，哪呢？恁敢有一个查某囝，叫做林子倩。阿姨，你应该讲，讲我的身份啊。啊，你是谁哈、啊？ 阿姨，我是有一个查某囝无着，啊，不过伊敢若八岁尔呢，哪有可能去美国读什么大学啦？啊，你这个诈骗集团，莫阁了时间，加讲啥哈？阿姨，我是子倩，拄则是我较好你，你是安怎安尼讲？我毋是咧甲你讲生笑啦。我毋知影你去倒位。 找到阮家的电话，来才有白讲，我要挂电话啊！哈，明的，你别再给我电话挂掉。我知影你就讨厌我，啊，不过这个代志我来讲，只要就重要，你伫遐听我证明我的身份。你若是无愿意，无你会当叫爸、是妈来啊。我拜托你，我今日一定要证明，我就是林家的千金林子倩，你若无我的后生，互人带走。什么呀？ 子倩竟然已经生囡仔！啊，恁若毋是诈骗集团，啊，恁就是拄着变身啊！你讲白痴！我知影你拢石头牙，我想要甲我关上，不过你袂当，你害我，你直接甲我害死啊！无你到底在讲啥啊？恁家敢无一个人叫做林子倩？
就甲伊讲无啊，你爱我讲偌济解啦，就应该讲恁互人利用啊啦。你是讲啥物利用啊？阿妈，我。无啦，妈，啊，这是补习班哦，卡来推销的电话啦。佳芳，你先离开，我来去抱囡仔。解构嘞，妈，你别去，妈，我给他，你别让我给他走走啊。志涵出事了，为着伊安全，我伫个厝内底有装监视器。想袂到，就把迄天所有代志拢录起。虽然讲这内底无录到宋凌峰的人，啊，不过伊的声音是清清楚楚。当年的真相到底是安怎？即马大家应该足清楚。我嘛捌想过，我妈妈为钱来反背，伊失去阮爸的感情，还佮我。一个可怜的查某囝。想袂到这个死查某囝啊，竟然阁有留后步。不管我安怎讲，拢洗袂清啊！我早就知影你讨厌，啊！不过我真正想袂到你的心肝竟然这么凶。你伫个罗家峰因母仔面头前讲白话，你一句话就害我伫个林家的位置消失去啊！你害罗家峰因母仔误会，讲我自头到尾就是一个骗子。所以你们也是毁掉我的人生，毁掉我的幸福。我扯断，我跟居民母仔的情分。你啥时候在对待我？你讲啊！你啥时候在伤害我？你讲啊！子倩，子倩，你较冷静的，你听我讲。我当初我刚才听到一个查甫人的声音，我哪会知影你的男朋友、你的人品是安怎？我安尼做。我嘛是为着要保护你，我惊你被人骗去啊！我送你去美国，是要你好好读册呢。那有一个规规矩矩的大学生，一个人做伙就替人生囝呀！李夫人啊，你还搁安尼硬拗，就真正真歹看呢。我会记得你当初那，我有甲你表明我的身份，要不过你还是绝情讲。我只欠这个啦。搁看怎啊讲，因拢是恁林家的子孙，你安尼吼是会失损到你的福田的。而且你搁害阮误会伊认为是一个骗子，一个好好的姻缘都安尼让你破坏去啊！林达，我从来拢唔捌想到，原来你的原生家庭是安尼复杂，伊嘛拢无甲我讲过。我今嘛才知影，原来你的阿母是安尼甲恁人暴力对待。我廖春公，你廖春公，每一个人跟你同款，在一个温暖、完整的家庭大汉，我就不是啊。我伫林家得袂着爱，一个人去美国读书。迄时阵我实在你，你的阳光让我感觉足快乐。所以我一点仔拢无丢丢，就把我全部爱拢予你，因为我其实足希望我会当有一个属于我家己足幸福的家庭。林小姐，我甲家峰真正无想到讲会是这款的情形。罗夫人，林家这种无正常的家庭。你若是为着保护你的后生，你无法度接受，这我会当体谅。不过罗家峰，我真正无法度原谅你。咱个人实在遐尼啊久，我搁替你生一个后生，却比袂过别人一句白话。迄个时阵，你对我若是有加一点点仔的信任，咱就会当倒来台湾，我会当介绍我的亲人甲你熟识。你予我看清楚，咱爱情竟然这尼啊脆。我知道我欠你一个 sorry。
我嘛知影，我讲一句 sorry， 可能已经太晚啦。啊，不过我真正希望你会当了解，伫个迄当阵迄款的情形，嘛毋是小说玩意，因为我嘛受伤真重 ，sorry。但人拢受伤真重，啊！不过经过这段时间，其实我嘛欠你一句多谢，多谢你，还有领导的人，把我好事教了遐尼好。所以咱两个的代志，甲伊当等我甲宋凌宏，甲所有小生活清楚了。所以你想尽办法，从子谦为我的身躯边抢走。你讲叫我卖等于领导，你都要好好对待子谦的，拢是袂在话。你自头到尾拢是伫咧欺骗我，我才是最后的，我当初救你，你一个温情小宝，后头的查某。慢去啊，郎中，你怎啊？你想找那个台湾怎么行啊？我若知影你是这心肝这么硬的查某，我当初我都是拼性命，我怕要把子谦带伫身躯边的。这个是台湾怎么变怕的？这个是替我你毁掉感情怕的。第三个是替我的外孙怕的。你害伊出世汉，都无妈妈天生骨边照顾伊。心妹，拍了真痛哦。李华姐啊，你敢袂当完全怪我？阿母都歹做啊，我毋是无予子倩饭吃，我应该做的我拢做啊。阿哥，伊都是跟我袂亲啊。你敢听伊？是我，拢唔叫是你。子谦有较求救的电话给你，你哪会当这么狂啊？妈，你安尼讲对我无公平呢？你搁敢讲公平这两字？我正想着子谦当阵是我娘需要人斗相共，我心肝都出疼啊！你。你紧坐，你紧坐，这里。老公，你听我讲。谢娜，谢娜，连你都怕我。我是安怎袂用怕你的？就是因为我想信任你啊，我才会变作全世界。上无负责任的爸爸，我把子倩交予你，你煞予伊直甲苦斗，连我这做老爸拢唔知影。不怪子倩会这么啊细心，这么啊全无，嘛无想要甲咱联络。这个家庭，我这个无路用的老爸，我袂当予伊挖苦的。林峰啊！你一定要欺负子谦，甚至要挃伊性命！你是恶毒的查某，我决定跟你离婚。